好，来，我们陈琳签完了签完了，好啦。喂，我裙子超皱的，一签到裙子都变这样。好，现在要抽奖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我们今天抽奖后一样，我会邀请到我们今天 SYN 的赞助商的代表，益达车业的黄总经理。好，我们欢迎黄总经理上台为大家抽奖。我们第一台的话，请黄总先抽哈。黄总先抽哈。黄总，你要抽还是我？你先抽好了，还是我先抽？我先抽。哎，今天都是摩斯风哦。今天是摩斯风、雷斯风都有。好，那我就抽摩斯风喽。好紧张啊！有吗？他号码是0347。好，来，张佩琪，好，好，来，我们找一下，我要先安静，大家先安静一下啊、哦，隔壁可以安静一下吗？哎呀，张在哪里？有吗？张佩琪，好，来，麻烦工作人员跟我核对一下，好，谢谢。就是你耶！你吓傻了吗？好了，我们请陈琳签。你买我几张专辑？你买一张，刚有很多人都买十几张耶！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吗？你得到是螺丝风，恭喜！恭喜你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再来。第二台的话，我们就请我们的黄总。好，这个我要抽之前哈，大家要不要坐机车？听不到嘞，啊，再一次。但是哈，跟大家讲哈，如果这一次没有抽到哈，只要在这个月之内买三洋机车，还是有机会中平板电脑跟四轮轿车。所以你要中四轮轿车的，赶快这个月底之前。赶快去买一台三洋机车哦！但是我现在要抽。对，其实今天就算没得到，9月22、23号这三场演唱会都会各送出两台，所以 SYM 真的超大方的，我没有遇过这么大方的客户，好棒！还要再抽最后一台喽！我们要感谢陈琳帮我们三洋机车代言，然后雷斯。好，那个是0175啦，哦，他好开心哦，李宗宪先生。你们，我觉得你跟那女生交换了，你还是摩斯风，他还是雷斯风，好。好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。哎、欸，刚刚另外一个女生呢，在一起拍照，不要害羞，多少人想上台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拍一下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棒！好，
谢你们，虽然我手真的快断掉了，但是就是很感谢你们到现在都还留着。那虽然没有抽到机车，但是9月22、23号这三场还是有机会可以得到，我都祝你们可以得奖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大家9月23还要在线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这样，如果明天有空再去台中见我了，好不好？再见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队的成员，今天辛苦为大家辛苦，谢谢。